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。哟，吃开心果了？你吃了开心果还开心呢？嗯，我又得了第一名，成功卫冕，耶！不错，值得高兴啊。更值得高兴的是，李可那个脸都给气绿了，差点没哭出来。李可是谁？李可，敌人，拔刀见血的敌人，我要彻底消灭他。从此难遗忘，只要你容颜。李可，他怎么在这里？许你来就不许我来啊！我说你怎么又跑了第一呢？原来是在这里偷偷修炼呢。学我，我能有点创意。嘿嘿，我就学你。我不想在这上课，还让郭明浩当我的老师。什么？不行，郭明浩是我的老师，所以我才选他呀。他能把你这种偏科都偏离了跑道的人教成第一，换成是我，那项就不用说了。哈哈，真是用心良苦。吃得苦中苦，方为人上人。你，林一丹同学，到你了。李可同学，下一堂课是你的。好的，老师。动滑轮和静滑轮就是这个原理了，你明白了吗？嘘，小点声讲。隔墙有耳。林一丹同学，咱们是在上课，不是玩无间道。你是学生，不是卧底。动滑轮和静滑轮在这张图里头都有所表现，它们有什么区别呢？啊，怎么回事？捣乱的来了。李可，你怎么了？老师，我肚子疼。肚子疼，要不送你去医院吧。不要，也许一会儿就好了。肚子疼，是堆堆的痛呢，还是微微的痛呢，还是不咧不咧的痛呢？我看你一点事儿没有，是在装疼吧。林一丹同学，你怎么这么没有同情心啊？说的对，肚子痛怎么能是不勒不勒的痛，歪歪的痛，堆堆的痛呢？痛要么就是刺痛、绞痛、胀痛、隐痛，按照痛的性质来说的话，要么就是针扎式的痛、牵拉式的痛、放射性痛、痉挛式的痛。郭明浩，能不能先解决一下这个痛？啊，对，打120。不要，医生说我这是神经性痉挛，不用打针，也不用吃药，只有一个办法。说。喝热水。来，这有。怎么样，好点没？背着我走三圈。哦，慢点。哎，哎呦，加油。哎呦，感觉好点吗？接着喝热水。来，再背着我走。郭老师，哎，加油。快查。
差五分钟。什么叫还差五分钟？哦，老师，没事，我肚子不疼了。郭老师，给我上课了。哦，走。哎，老师，我的课还没上完呢。一楠同学，你的课老师回来再给你补，我先给他上，要不我怕他肚子疼，老师啊，实在是背不动了，啊。Hello， 果儿，帮姐一忙吧。帮忙，借钱吧。要多少？帮我整人。整人？好啊。以前光在游戏里整，我还没整活的。答应了。帮你整人可以，但是你得帮我在游戏里打装备，挣经验。可我也不会啊。很简单，我教你。好，一言为定，成交。李可，老师刚才跟你讲的语法记住了吧？嗯，记住了。哎，怎么停电了？老师，我怕。别怕，肯定是有人在搞恶作剧。童老师，你怎么了？我刚才看到了超自然现象。超自然现象？我好奇了那么多年的超自然现象，我都没有见过，在哪儿呢？在哪儿啊？为了给你打装备，我熬了一宿。真的？我看看。哇，不错不错。哎，我跟你说，昨天李可吓得不行，今天都没来上课。啊？真的？咱们是不是太过分了？那只能怪他太胆小。奇异果，我有事问你。真的，真的是他让我们这么做的。吓得是李可，让童老师干什么？把面具交出来。嗯，你还怕呀？不，不怕。没收。不，你说怎么处置他们？现在最关键的是怎么跟李可的家长交代。郭老师，有人找。谁呀？一个女的，点名要找你。哎，你可别胡说啊，我是清白的。去看看不就知道了。行，一起去，你证我清白。走。您好，我是郭明浩，您是？啊，您就是郭老师啊。哎呀，不错，开个价吧。哎，你开个价啊，我包你。包我？对啊，包你。这口味也太独特了。不，我是生在清白人家的孩子，我30岁才有初恋，我也是黄花大小伙子。再说了，我也有喜欢的人了。您就死了这条心吧。哎呀，你想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说我包你。我没听错呀。哎呀，我包你给我女儿上课，我女儿是李可。吓死我了！一楠，哎，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来给你续费呀！太好了，敌人展开攻势了！敌人？攻势？因为什么呀？看那！哎，你说他们会战到什么时候啊？谁呀？是谁要抢老师啊？
不是抢，这叫公平竞争。是你要包郭老师？没错，是我。郭老师，我已经先包了。我一个月出10000，我一个月出2万、3万、4万、5万、6万，我出20万，20万一次，20万两次，20万三次，成交。你们干什么？我是一名老师，一名学大的教师，不是12生肖的兔子头，更不是一件瓷器，也不是一幅字画。还有你，捣什么乱？他们太抠门了，我给你们抬抬价。齐国，别捣乱，给我出去。Yes sir, my dear。我们可以不帮郭老师，但郭老师必须给我们先上。凭什么给你先上啊？当然有个先来后到的，讲不讲理呀？谁不讲理啊？谁看你先来的呀？我们还先来的呢。谁交钱不一样？你的钱是交我钱，不是钱啊！哎呦，停！我决定了，给他俩同时上课。同时上？对。同时上，那这怎么上啊？对呀，那不行啊，那起码应该我们李可欣上吧？就是也得有个先来后到 啊，这俩人不然我就不上。上，我女儿就认郭老师，我们李可也上，还好好上，真的。好，明天开始上课。老师，这道题我明白了，别浪费时间了，下一题吧。哎，可是我还没听明白呢。瞎耽误时间。林安同学，啊，这道题你听明白了？嗯。你给他讲。啊？我给他讲题？对啊，他也可以听得明白，你也可以加深印象。上来吧。这道题是这样。你记住了吗？不对呀，你说的不对。你看啊，首先这个，好，这堂课你俩都听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你们俩呀，只有相互促进才能进步。记住，你们是战友，不是敌人。下课。报告老师，刚刚我给李可讲题花了10分钟，我给林楠讲题也花了10分钟，一共是20分钟。也就是说，这20分钟你什么都没干呀？所以我们决定让您再给我们讲20分钟的题。同意。Yes。你考怎么样啊？99分，你呢？100满分，我看看。这道题不难啊，你太粗心了。嗯，忘成派了。下次可得仔细点，不然太冤了。走，我们去吃饭，一起庆祝庆祝。好。完胜。拿个女的来当垫背，我看你是真找揍。是齐国请来的救兵吗？你是长大了的红孩儿吗？我，郭明浩，我恨你。怕，笑话。我怕我谁啊？这位女生长得有点壮哈，人家也不想长那么高嘛，人家也想小小一人嘛，人家也想像索罗利亚王嘛。
梦想不会自己盛开，继续前行，甩掉阴霾，跟扎实的痛放下是喜的未来，一步一步汗水浇灌，信念是最好的伙伴。现在对着我，你走几圈。我站在我自己的舞台。